接着来关心一起山难，山友失联的意外。花莲县消防局指挥科接获民众报案，有一支八人的队伍，7月15号从登山口入山之后，预计将会在7月20号从岳王亭出山。不过呢，其中有一名女性队员失联，因此就报案请求救援。花莲县消防局表示，17日接获民众报案，八人登山队伍在7月15日从奇来登山口入山，预计在7月20日岳王亭出山，而一名女性登山队员失联。花莲县消防局在接获报案之后，也派出5人搜救队。第一梯次带队官由新秀分队长，共5人搭乘空勤黑鹰直升机，再至磐石山西峰往岳行池方向进行搜索，目前也正在执行扩大搜索的任务当中。记者林杰，花莲市采访报道。